这号码跟了我快10年了，你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的。你认不认识一个女生叫？阿贝琴。不管多疲劳都不会闪神的人，今天只要提到林春娇就失神了。总经理，你就承认吧，林春娇真的是与众不同。我是来把话说清楚的。 我和我的四个男人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是吕芬，记得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 支持我和我的四个男人哦。